本来就较早吼，是拢一点就爬起来啦，点半上班，点半就出来啦。那么爱来烧这粪扫桶，啊，这人较早来遐哦，就拢遐拢了去啊。阿公是安怎？你要做到这么认真？啊，出来就是要捡物件，就是要捡这回收的啊。就安那过来就，重，搁无钱，卖无钱，我们都煮食的啊。煮食是安怎的？还是为着顾地球。每天早上是能吃饱了饭，吃点多东西都环保站去做环保，每天如此。这十多年啊，要跟你做东西了，咱爹有时也不来，你也怪怪。心里的怪怪啊。我讲正经，我做主演，我做主持，我够有责任。从1990年郑言上了一句鼓掌的双手做环保，推动至今近30年。从台湾到海外，16个国家设有慈济环保站、回收中心，环保志工超过10万人。弯腰低头的身影，从一份小小的善念起步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能量。瓶罐盖啊，也要把它安尼贴落来，还有脖子的那一圈。这么小的也要把它呢脱下来，那这就是呢要人工，非人工不可啊！这都是老菩萨们呢，他们这样细心、耐心、用心啊，为了这一些物资，让它回收应用的更高级、更上一层楼。更好的品质，这都是环保菩萨、慈济的环保观呐、啊。还有人比这样的环保观更细腻吗？更疼惜吗？是推动环保，许许多多，很多那个时候人都不要的、不起眼的垃圾，就是人不起眼，我们总是把它回收。不只是在回收啊，我们还要让资源呢翻身呐、啊。另一项产品生命的起点，一只只回收宝特瓶再次循环使用，制作成环保毛毯、衣物及日常生活用品，促进绿色环保企业。大家呢有个共知、共识，两行代志爱做，一行是环保爱做真彻底，另外搁一行呢。那起来受洗。慈济环保观内化于心，展现于外，与地球共生息不是口号。是无数的草根菩提每天的日常。刚才的。啊哥不走个我和人走个我姑。那都是爱去的，是爱怕变走。Yeah.